要加签名，哈哈，盖手印，你来盖手印。对啊，小朋友签名。对啊，你可以画一棵树哦。为什么要来？啊，竟然弄的种树啊！你不要因为这个公园就砍树啊！啊，这个树都是有生命，都是有年龄的。啊，你看这么漂亮、这么好的树，前人种树，后人砍树是不对的。啊，前人种的树有这么好的树，就要把它留下来。啊，你整个去种下树啊，三代人都不在了去种下树啊。所以现有的东西一定要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今天说特别跟谢义佑老师说，啊，我们就。反正很多人来嘛，我们就来这里，也不是抗争，哦，只是陪伴这些来看的人一个表达，哦，告诉台南县政府这么好的景点一定要留下来，以后要有留下来有改造大型的公园，我们两个有时间就到这里来做演奏，陪伴这些游客嘛。一群人这样一起开车下来，对，这我们其中的一个行程，因为听说这里就是好像被。都根吧，对啊，想说是不是应该在他整个不见之前过来看，对。我们是一群很在台南，在新营这个地方哈，在地的很爱树的一些人的组合而成。我们是属于新营长盛营区护树联盟哈。我们这里有一块很漂亮，兼具有人文跟自然景观的这一块绿色隧道，它是非常漂亮的。那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在这块营区哈的么字形哈绿隧哈能够全部都可以保留起来。它这里其实延宕从1989年它的基地移走之后哈，它闲置了15年，那一直没有人知道，因为它以前是就是一个一块封闭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旁边的围墙颓废之后，它露出这一块这么惊人的地方哦。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同好就是很喜欢拍照的，变成他们的私人景点。是后来去查到说它都更的部分，可能明年的5月份它可能会去动到这一块，我们很怕它消失，所以我们才很惊觉的在今年年初发起了这个长盛护树联盟的组织。好，我们希望把这一块，我们要呼吁所有的新营的在地人，还有一些人去关切这块地方。然后目前以我们这样一路走来，包括议员，包括不管是国民党的议员、民进党的议员，其实他们都很认同我们护树的理念哦。然后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把它让所有的在地人知道，说我们有一块这么难得的地方。那现在就是在前天3月27号，赖市长已经有正面的回应，他回应他说他也赞同这个猫字形的绿色隧道会全部保留下来，那也有提到说他会交办地震局跟那个都发局去尽快重新去检讨这个规划嘛。那因为他这边是用四地重划，他并不是一般像建村或者其他飞燕或平神区是都更的，所以他主导权他其实怎么规划，其实指导权是可以市政府就可以决定。但是在脸书上公开这样宣示是一回事，我觉得现况应该是要尽快四五团队跟公民团体应该要赶快尽快的见面跟讨论，应该在实质性去谈这边大家的期待是怎么保留。哦，这个么字形的绿色隧道，还说全区你这个湿地重划的规划是怎么去调整？哦，这个当然就应该要直接去谈出一个结果，大家公民团体对你市政府团队当然就会比较有信心跟肯定。那西边市政的土地会规划的是比较那个教育行政区域的使用，那到底做什么用的，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啊，如果你是做教育行政区，我为什么谈到这一块，就是说你应该是跟这个绿色隧道其实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然后你如果一结合，你的行政教育区的价值会拉升，这个绿色隧道会被保护跟被重视的程度，它相对性也是会提高的。3月29的活动主要就是号召更多民众联署来支持，希望这个么字形的绿色隧道是完整的保护下来。因为你要还是要有群众的支持的力量。
网络上的网络联署已经有1000多人，那今天来这里签名的，希望联署保留这个绿色隧道的，大概已经也有1-2000人，所以应该是人数会持续拉高。那除了联署之外，有打算采取其他的行动吗？应该我们会主动去联络市府执政团队，那应该尽快安排见面嘛，讨论嘛，那赶快尽快去谈出公民团体希望保留的范围跟方式。